唱，能唱歌。哎呀，唱李谷一那《青藏高原》。那也是李娜的。啊，李娜爱谁谁的，你唱唱，你唱。是谁的不用唱了，最后那个，哎呀呀，那个，那就是青藏高原。年龄不大呀，嗓门真高啊！来来来，再长一调，来。爷，卤子有点吃咸了。好好好，还有呢，还有呢，那个后边连哭带唱那个。等一下，连哭带说。我问一下，连哭带说是什么节目？这个后边喇叭是怎么是吧？我家庭怎么困难，怎么不容易那段。不，那叫获奖感言，星光大道那都是真人真事儿。你这还没上北京，没参加星光大道，你就获奖感言，你说不是你那这关系另外这条件，他不获奖能行吗？你啊，他老爷在这，我还没底吗？来，哭，这孩子可厉害了，差仨数马上就哭。一、二、三，哭。哭啊！哭，能完蛋，搁家哭那么快，你就完蛋。快，来，您也哭不出来。不跟老爷有感情吗？来看老爷，老爷照片在这儿呢。完蛋了，笑什么？到哪哭？笑着。嗯，太有意思了，拿照片的。不说了。才艺很不错，唱的很不错，好吧？那这还不错呢。姨妈呀，那这样能上的话，我也能上。你往哪上啊？你该上菜去。我上星光大道呗。你上啥大道啊？你上炕都费劲。上菜。毕老师好，我来一回让我展示一下，我也会唱。哪有时间呢、啊？听啊，知道吗？这都艺术圈的事，你一个服务员唱啥唱啊？你就让我唱一个呗。不让你唱。你不让我唱，我就不给你上菜。你不给我上菜，我找你老板去。你找我老板，把你交代我的事给你说出来。咱不跟你说，你要说的，你要说，他绝对比你唱得好。我说你这样，你还是说，还是自报家门啊？嗯，其实，毕老师啊，我的命运跟他是一样的，我也有一个姓毕的姥爷。你可拉倒吧！用不着，别套了，你该唱你的，你哪行？好，不打断。来，小伙子，你会点什么呢？啊，我会模仿秀。嗯，模仿谁呀、啊？模仿刘欢老师。刘欢老师哪一出？我和你。你个人唱，这刚下飞机累这样，跟你唱。不是他和我唱，跟我更不跟他唱。老哥，跟你解释一下，这是一首歌的名，叫《我和你》。对，歌名。来，我和毕老师唱一个。唱，来坐老爷的。嗯嗯嗯嗯唱跑偏了，你这裤子也穿跑偏了，你就跑偏的人，别唱了，你上菜。我激动了。你上菜去吧。我再重唱一个，毕老师，我再重唱一个行吗？唱啥呀？我唱个刀郎的吧。你拉倒吧，你唱个死个郎的吧。老哥，刀郎它不是一个昆虫的名字，它是一个人名，叫刀郎。对，歌手的名字，刀郎。啊，刀郎的声音是沧桑的感觉。2002年的第一场雪，比以往时候来得更晚一些。你再来一个，你还会唱谁的？我还会唱《星光大道》走出那个阿宝。阿宝的嗓门高啊！啊，接下来我给毕老师唱一个《傻白甜歌》，夏天的花开好艳艳。
他江山。叫什么名字？我的中文名字叫小沈阳。你还有外国名字？英文名叫小沈阳。他叫什么？没听明白吗？英文名叫小沈阳。小伙子，你是哪儿人呢？莲花乡的。是莲花乡的？对呀。老哥，啊，你儿子让我找的那个小沈阳就是他。是我吗？就是你明天跟我一起去趟北京，上星光大道好吗？哎呀妈，谢谢毕老师。哎呀妈，太激动了。哎，他老爷啊，你这孩子，这你看你这都时代亲戚，另外我那些东西都给你炖了，你说你说这孩子，这你不给我面子，你得给他姥爷面子。不用再不让他姥爷亲自跟你说说。我想知道他有名吗？他不是有名没名，他是你这样，我不是推荐他，他挺有名气的。你上搜狐网上，你看看新闻，点击率老高了，哇哇的，都2年多了。叫鸭蛋。搜狐网上说的鸭蛋就是他。就是他嘛。哎呀，太好太好，你这样吧，来，你马上上菜。今天这顿饭我包了，我请客啊，鸭蛋。你明天跟着大哥一起去北京，上星光大道，你们搞一个组合，就叫不差钱儿。我也能去了。可以啊。谢谢老爷。谢谢老爷。你这样吧，我跟你说，毕老师，你们星光大道不是百姓舞台吗？谁都可以参与吗？没错。他俩都要了，把我也接收得了。搜狐网上也有您的名字。你点一下试试呗。另外，我有个重要秘密没给你透露。什么秘密？其实我姥爷也姓毕。